包队，特警已经到位。知道了。特警会配合我们，先摸定暗哨，然后老包找人，你们进入厂区，确定制毒点的具体位置。我们要在毒贩没有察觉的情况下，迅速控制整个制毒工厂。行动。 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别。 进去了吗？我们已经进来了。里面什么情况？这个厂区分为上下两层，但是我们还没有划分制毒的位置。好，继续观察，注意安全。 看得清楚里面什么情况吗？看不清楚，能不能靠近一点？是。哎，干什么去啊？这里不能进，你不知道吗？ 跟你说话呢，你听不见是不是？哎，行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埃及一亿，吃白，是你帮，我的地当的在。